透過 Now TV STEM 獎勵計劃2024同當地攜手舉辦的生態攝影與科普工作坊同大家見面。首先，好多謝大家今日參加 Now TV 同埋 Sony 生態攝影及科普工作坊。Sony 一直以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為使命，多方面支持兒童同埋青少年的發展。今次透過教學生攝影基本知識同技巧，發掘學生對攝影的興趣，並提升他們的技能。今次特別以生態攝影為主題，邀請 Sony Creator 馮漢成教大家攝影的知識，亦會分享香港生物多樣性的情況，希望大家可以學習愛護環境、保護生物。搬下快門就是愛嚟對焦，撳埋落去先至係影到相嘅，好唔 OK？ 我哋就可以試下俯仰嘅角度度啦，啲嘢係會清晰啲嘅。所以咧都可以推介大家可以用呢个角度咧去拍摄我哋嘅动物。一部相机，咁个镜头咧就会将远距离嘅影像咧聚焦咗喺个相机嘅底片噶，即系令到佢成像噶。我哋眼睛有一个部分咧系同个镜头咧系好类近噶，咁啊全靠啲瞳孔嗰度位置咧，佢里边有个 lens 啊，全靠佢我哋可以将啲远距离嘅光线咧集中咗摆喺我哋嗰个嘅视网膜上面噶。大家准备好未？